等人啊，我们等人啊。为什么要这么凶啊？真的往下。三天人，三天人，我们通通的。你在说什么啦？台式的直播。他在说什么？台式的，他说三千人呐，三千人啊！留言刷起来啊！快讲，快躲避你！会啊，得。哦，500人，还差远哦。怎么这么多？500人差很多嘞。算是过了，来，他昨天不等了，不等了，不等了。今天我卖什么？看到没有？平底锅怎么卖？800，最后一个哎！这东西我卖800，讲出去别人笑死我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东西怎么卖？299，哇哦，好划算的，这凶哎哦！299我不要，199。哇！这熊啊，这熊要的下面加一。哎，飞哥，飞哥，还有人问说，那可以拿来煎 CD 吗？可以拿来煎 CD 啊。嗯。哈哈。网友这些人实在是有时候会让我实在非常奇怪。你是不是舌头酸了？对。我还可以抽雪茄。好像啊。网友很奇怪，常常问一些奇怪问题。你知道我晚上每天回答这些问题，我躲起来瑟瑟发抖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紧张啊！这些问题拿出来问啊，有读书吗？不是，你知道我们刚刚被弃标时间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他刚刚以为他买的是国产，他买国产，他以为他买国产，买国产这个不是用买的。这是买平底锅，我送你锅铲，买一送一就是这样子啦，就是这样子啦。还有人问说，平底锅可以拿来隔音跟防火吗？这个，平底锅可以隔音防火吗？当然可以啊，看，真的吗？跟我讲话，有人在吗？我什么都听不到。线上那个比熊，他抖内说他想看你用平底锅敲头。他是谁？好想看，好想看，想看敲头吗？加25，加100，加200，抖内500，来喽来喽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各位，不卖了。怎么样，志豪哥跟龙姐，你们看得如何？我觉得就是不停讲话，哎，不能有冷场，哎。不是龙姐，不是只有讲话，是要一直嚼槟榔啊，还要抽雪茄，还要一直骂脏话，还要反应反应，还要喝红茶，是不是？他们很习惯在桌上放一个。为什么一定要是红茶？因为很容易口渴啊。他们很习惯在桌上放铝箔包。嗯。哦，不简单哎。好的，那也好了，接下来来交换喽。要换什么？换换换。